你的东西漂亮，跟你的人一样，很漂亮。小蔡到门口去接一个小美女啊，今天送货了给她。来了，这么快啊？两个美女，两个。对呀、啊，一大筐的。小猪 ，Hello， 第一次过来吧？对，是第一次过来的。这个小猪你们应该还记得啊，咱们在那个珠宝城认识的、啊。对。到后来也是加了微信，嗯。什么？好货，硬货。这是你朋友对吗？对，这个是我朋友，他爸。在缅甸有矿工，然后现在我在。哦，在缅甸矿上有洞是吧？对对。哦，哇，那你是富二代啊，来看看中国的市场对吗？是，他不怎么会说、啊。小姑娘有一点腼腆，是不是不会说中国话？对，他来的没有多久，然后或者就是简单的会一点点。哦，你们应该都是同一个地方是吧？是的。今天这货都不错，挺硬的呀，挺硬的呀。对呀、啊，这你轻点，你轻点拆呀。最好这种货让他自己拆。没事，你看看吧。他如果说万一里边真的说有一个东西坏的，你拆出来之后给你粘上呢？看看，都是硬货，看着挺漂亮。哈瓦坎的水石、啊，这个小美女有实力的呀。什么样是真正的皇家绿？看看啊，整体上灯全部都有表现啊，而且还有镯子位，这个脱沙露露的地方。总非常的浪漫，起货相当 OK 啊！算了，这个要卖多少？多少嘞？它是100万。确实，好东西好价格啊！对，好东西就是好价格。墨西沙的，哇，上灯啊，一灯透的墨西沙，有点意思。相当硬。有点意思，特别的吸光啊！看这个位置起货，这肯定是一个高冰种水友啊！看。底子非常清爽啊，这有多少钱？这个也是100万哈。这个也是100。对。哇，因为是好料嘛。今天真是开眼界了啊！哇，水翻沙的，丝丝缕缕的，看这种绿，这种是金丝种啊，也是果冻底的，布灵布灵的。这个应该能直接切盘货。没什么力啊，水翻沙的。金丝绿好看。嗯，金丝绿看这个。一丝一丝的，小美女的货真的硬的呀，人美货也亮，直接盘货就可以了。这个卖多少？12万。12啊，这个还行。你看看那俩都给我吓着了，金倩哥都给你吓着了，我都不敢碰。这一个木纳的色料，这总差点，这个总差点，对，不拉对装，这总差点，它这个色膜。那就这一块吧，这一块说个卖价，斤斤价，斤斤价，斤斤不落雷，斤斤价，这就是卖价了，12万太高了，哈哈。美女，现在这个料子没有那么贵，虽然说东西不错，东西这个挺棒的，挺好的东西，啊，你能听懂吗？你的东西漂亮，跟你的人一样，很漂亮，啊，很漂亮，啊，美女笑得很甜啊，啊。有点紧张了，是不是你们家好货特别多呀？啊，但是说呢，不管你东西有多好啊，我呢，看价格是能看多少给多少，5万，五万，五万，他说不可以，5万不可以啊？说个卖价吗？说个就是说想成交的价格。那是不是我们中国在中国做生意，这个东西要还价的，啊，看多少给多少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你很漂亮，哈，货也很漂亮。他真的是听不懂，眼神很迷离。说个卖价嘛，嗯，他说10万。这料子确实还可以，确实可以，但是过六位数的话，这个料子还是单绿色，蓝绿花的一个花色，直接取件做货就行了，5万。不行是吧？他说不行。啊，怎么说，蔡总？给加点。给加点。蔡总一看到美女就要给加价。是吗？啊，不是吗？主要看货，确实还可以，直接取大件，大牌的4、6牌、5、7牌都可以。而且种也好，肉也细。6万。6万。咱们长期合作。6万也不行，可以了，6万还不行。反正你们这个自己家里边矿上有洞子嘛，让你爸爸
叫工人多刨一刨，刨出来之后是吧？啊，就换钱了就可以了，薄利才能多销，啊，就是说要流通起来，六万六万。啊，这小姑娘现在是一直都是拒绝我的表情，完我说啥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啊，我说什么她能不能听懂？你跟她简单说一下，你说王哥这个人不错嘛，给我说说好话嘛。再给你加一口，再加一万，七万，七万，七万，不行啊！啊，不可以。嗯，不可以。怎么？他说不卖七万。七万还不行，可以了。啊，七万这个货可以了，啊，能出了，可以出了。距离不大，距离不大，你跟他说距离不大。也是你刚到王哥这块来啊，王哥呀也没啥初次见面没啥送你的啊，然后呢我送你两盒茶啊，然后这样一点小心意吧啊，一点小心意啊，红茶啊，好吧，行吧，就给我算了，让一个好了吧美女啊，初次见面我这也没有化妆品，也没有名牌包包，也没有香水啊，送你两盒茶啊，我们当地的特产。好吧，这是红茶，寄回去给父母喝啊，然后让你老爸你跟说一下啊，在中国有一个王哥好大哥啊，他说那再加一点八万，我也不说九，你也不要说七，他说是吧，然后说八万，八万的话有点小高，七万也差不多了，到头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个价钱了。他说不可以，最后加两千，七万二，七万二，可以了，你别这样，小姑娘，他没自来嘛，不怎么会做生意哈，不是，他主要是不会交流，不会，他有点不会交流，他说缅语，嗯，那就这样吧，你好好说嘛，那时候你也试好了，那时候你都买了我的料，然后你也不会乱给价格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卖给你，七二三。妹儿，你别赔钱，赔钱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爸这觉得不好交差，是不是？你家里边是不是小千金的？我给你钱。这个还真挺好。你看这边上有点陈列吗？到时候直接这么一切嘛，切完之后一个，这个能一份为二，两个、三个，后面还能切，估计能切个七八个大牌子。你看这面上都没有裂呢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蓝绿花还是偏绿吧，这个肉挺细。可以啊，今天小美女，行，我拿多了，还想拿多了当赏钱嘛，大红包。要不上那边喝点茶嘛？哦，不喝了，我们还外面还有事。是吧？行，我给你送出去吧。你帮拿一下啊。好。哎呀，慢点，二妹啊。